阿里山的日出旅行遇见新自己，2020年6月27号。哦，刚好 ，just make。得得得！哇，赶快，赶快！哇，赶快，赶快！呜！赶快，赶快！哇，你看，大家自己都会呼喊。你看，哇，这就是小圆日出，很幸运这些人哦。火车班次的部分，恭喜恭喜，有看到喽 ！Yes Yes。嗯，值得了哈、哦，值得，赞赞赞赞赞赞。值得，值得，值得！哇，这些都是追日族，你看，哇，不错不错。看到阿里山的日出，应该就很棒了啊！追日族，哇，你看阳光刺眼了哈！哦，现在好亮哎！哇，只不过这时候漂亮，你看一下。